可以可以，来尝一下。OK， 喝茶。接花香。买朵花。手指僵硬，双手无法合十。36岁的吴志强长期卧病在床，今天和妈妈第一次遇佛。20岁那年，吴志强被医师诊断罹患血癌，被迫停止大学生涯。我只是做一次题目，我进 ICU 都进三次了，进第三次我就昏迷不醒了。我谢谢啊，那天做妈妈的时候不离不弃的照顾我，谢谢妈妈，我爱你。来，你把这束花送给妈妈，跟妈妈讲我爱你。妈妈，我爱你，母亲节快乐。16年来，都是妈妈一肩扛起照顾她的工作。以前在医院回来呀、啊，不可以动了，全身不可以动。我就每天都在按摩按摩，运动运动，每个晚上讲究他没有的睡哦。因为刚好碰到我们的这一个在办这一伙人、然后又是母亲节，所以希望借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孩子把这个爱表达出来给妈妈，那可能这妈妈真的对他的付出很多。人人虔诚唱诵，传递深深的祝福。我最重要是祝福他，如果可以好嘛，就乖乖好起来咯，这样子咯。大爱新闻吕佳佳、卢香槟，马来西亚马六甲报道。